来哦，啊，搁一个少年周瑜，那用王星要进他，哦，搁无偌久，搁一个少年来讲，哦，这查甫呢，哦，搁是几百，搁一粒吧，搁无偌久，搁一个呢，过年嘛，又搁几百，孤魂都是少年人呐、啊，少年的王星呢，阿袂比呢老较少哦，哦，就像咱即卖法界宝塔哦，一百岁命中的有影。老的也未少，但是少年啊呢，也未比老的比较少哦。病分秋生呢，有的病苦死的，有的车祸死的，有的意外死的，天灾地变死的，哦，还佫他杀自杀的。哦，少年啊未比呢老的比较少呢。有机会你来法界宝塔，一句一句去点，一句一句去看，真济拢总是啥？孤魂都是少年人呐、啊，所以奉劝咱注意在学佛的过程当中呢，要创造机会来学佛，无机会找机会，哎，这是明智的选择，有智慧人。那么呢，你伫遐等待机会，哦，伫遐期盼，哦，伫遐去等待，哦，伫遐默默等待人，这款呢是超排第二顶、第三顶的。无智慧，哦，因为生死是咱的啊，别人无法度代替你修行啊，哦，生死是家己啊，哦，你无听讲，公修公德，无修无德，哦，无修就无德啊，别人无法度代替你食饭啦，你大小便利还靠你家己去啦，别人无法度代替你啦，哦，你若受果报时要挂毛肠，哎，病苦的时阵食药你也家己食啦。病故去流巴肚去挂巴时呢，这都走袂去啦，你爱家己承担啦。凡所一切一切，生老病死拢是独来独往，独生独死啊！哦，自作自受啊，别人无得代替啊。所以咱修行呢，爱靠家己，绝对无唔对。哦，佛也是家己成的，要对到上升。也是你家己自由意志的，别人无法度哦，给你帮忙的，你知影吼、哦？所以要结束以前，咱一个以这四句话呢，哦，给大家勉励，振作起来，打翻你的精神起来呢，好啊，向生死呢来净化，成就你无上菩提呢。伊呢讲，积善尽忠，忙利诺。虽然倾向苏贞修，木太怒来红学佛，孤魂都是少年人呐、啊。诸位啊，安尼有庄严无？有清楚啊？哦，啊那清楚呢？那明仔在第三天临终之刻，明天再会。